奉公下堂。在众生受完戒法入席安坐后，法师便以真言加持六尘妙供。以无尽诚心的慈悲愿力，将奉供的饮食化为甘露法食，并令其充遍法界，使众生感到身心饱满。在此堂功课中，各席也有寄语颂词，描述各席众生所受的业因果报。而大众也藉由文字的描述，以恶道众生的业缘果报作为借景，收摄自己的身口意三业，远离恶业，勤行善法，迈向菩提之道。接着讽诵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祝愿受供的众生皆能求生西方净土，得清凉解脱，共成圆满佛道。